白瑶吃了，你先放着吧。晨儿不孝，让父亲担心了。这第一关你就让自己受伤了，并非大师兄大意，也并非那资铁难斗。大师兄受伤，是为了救人。师妹，今日那个剑奴骑着资铁出来，洋洋得意的，好像一个女英雄一样。 他抢了所有人的风头，可他怎不想一想，要是没有你鼎力相助，他怎么套上那个青圈？大师兄又怎么会受伤呢？天斗赛如此重要，你竟然还为那个剑奴分心。你给我听着，以后不许这个剑奴进入玄真部，若是再犯，我闭门归重罚。 又是你啊！你这个骗子，怎么，这里我不能来啊？傻丫头，接着。紫铁的爪子有毒，寻常药物无法疗伤，这金水凝露留着。哦，你为什么送我药？ 你看上我了？你说呢？哎，这笨老鼠，你养的？笨老鼠？你笨吗？他可不笨啊。哦，是你先欺负人的。 你也不吃亏啊，你还蹬了他一脚呢。哎呀，你屁股上有千百根毛，我怎么知道少了哪一根？来，你站好。老实说，昨晚你洗屁股没？啊？啊？那我说怎么一股怪味道？笨老鼠，你。 你们一人一鼠这般争宠，那我倒想齐人之福啊！我才不要跟笨老鼠争宠呢！那你要跟谁争宠？我的。好啊你！走了。你占我便宜！风声露重的，别在这待太久。你到底是谁啊，骗子？等我揭下面具的那一天。 知道了，自己换你行不行？来，把衣服洗了吧。这是大师兄的，他是不是伤得很重？你倒是出尽了风头。
少庄主为了救你伤得可不轻呢，也不知道是什么怪兽，怎么这么厉害？少庄主的伤口现在用尽了良药都不见得能愈合。庄上不是有一个神医吗？哎，别提了，宗神医这两天刚好去西山采药了。行了，庄里还有事呢，我先回去了。哎，我想去看看大师兄。你可不能去啊，掌门现在下了命令，你若是再去玄正部，那便是触犯门规，要重重责罚的，别去惹事。扶摇，师兄，我就知道，我知道你会过来看我的。你的伤怎么样了？没事，都是小伤。听说姿姐的伤很难愈合，这个药会有奇效，师兄你拿去吧。你这是哪儿弄来的？师兄就别问了。今后无论如何，我都不会害你的。师兄自己保重，我就先走了。以后我也不会再来找你。扶摇，你为什么不愿意答应我呢？你心里明明有我的。我知道，师兄你从小就照顾我，这次又因为我而受伤，不过我能力有限，师兄日后若有需要，我定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你明明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些。但你我之间也不会再有其他的了。我知道我们不是一路人，师兄告辞。扶摇。